我是公关练喝堂的112年哦，10月18号，这是高雄捷运美丽岛站 ，B 雷道。9:30，所拍摄的是，所以那个已经不在，中央商务大饭店还在，是吧？中央商务大饭店还在。我看一下我们的华南银行的吕居居，应该也还在。看一下，他好像改了，是吧？哦，看一下，哦，旅居居青年旅社啊，还在6F， 对啊，他还在，所以我又回来了，美丽岛、米雷岛这几个啊大园、大建筑，对吧、啊？真的是超厉害，一岛，然后下次有可能就再看看那个吧。中央商务大饭店吧，看看状况，对吧、啊？希望之后不要太夸张，对吧、啊？然后这家汕头火锅，听说还蛮有名，对吧、啊？超级有名的汕头，开在竟然可以开在捷运站门口，汕头火锅那一定是很强，对吧、啊？好，就这样、哦，拜拜。10:31，我在高雄捷运美丽岛蜜蕾豆拍摄完。10月28号，10:31，谢谢观众，再见，拜拜。